各位同心，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是由我们众议院潘良华潘议长带来演讲哈，请大家以掌声欢迎他，谢谢。咱各位学员，大家安安，大家好。好，我叫做潘良华哈。那么真欢喜啊，各位肯开时间开钱哦来遮上这个。台湾民政府的法律研习营吼，那么其实我认为讲恁算有应该讲叫做小好样吼，较有这个机缘来遮，啊嘛是恁的智慧有开，哦，你的朋友、亲戚咧甲你讲的是，你较听会落，你较肯来，吼。那么有没有人闽南语听不懂的？拢有啦吼。OK， 那么我就继续用闽南语来讲哈。那么这个标题写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那么反思来想就是讲，表示咱台湾无正常。确实，69年来迄个国民党错误的思想教育或者愚民政策，甲咱教个，咱拢乖乖戆戆。咱拢咧做努力，搁做甲欢喜甲，吼、哦。好，啊，那么今仔我着照这个我所做的这个干部系统来向各位做一下报告吼、哦。来，咱首先咱来看讲法律上台湾近代主权地位的变化，来做一个简单的小概吼、哦。第一，就是台湾是伫1895年日本天皇依照下关条约。为大清皇帝出的台湾甲澎湖，哦，这是有签一个国际条约合法出的，唔是偷客。国民党来台湾了，甲咱讲日本窃取台澎，讲咱都偷客。我、哦、台湾一地块大地是免哪搬，免哪偷摕哦。好，过来，第二，1952年，日本政府是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哦，这嘛是一个国际条，这有51个国家签署，48个国家相当于呢国会通过的国际条约，来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哦，就是地上权的对吧？啊、哦，那么台湾澎湖主权还搁伫日本天皇手里，日本伫和平条内底所放弃的是地上权呀，啊、哦，就去，可比讲，你有一块土地，你有一家地。一年要租10万，我给你租5年，我50万交你，咱签一个契约，签契约先后迄刚开始，你就是放弃迄块土地的地上管辖治理权，迄块土地地上权在我的手里，我潘良华要带电管种山啊、种荔枝，就在我种啊，这5年你袂使甲我管，好，但是5年到，你若不爱租我，你地上权阁收转。而且我跟你租的是拍合约，嘛要办过户，所有权证嘛要伫你的手里，所有权证顶管的名嘛是要你的名哦。所以日本是干呐放弃台湾的地上管辖治理权，好、哦，啊主权要个是日本天皇哈、哦，所以所有权证台湾，虽然我也一直讲台湾要个是日本天皇所属哦，就是安尼哈。过、哦、来。目前台湾朋友还佫伫主要占领全国，主要占领全国，即句话是伫旧金山合约内底说过，美国军事占领中吼，即马以台湾管理法委托台湾地理当局，就是较早的中华民国继续咧甲咱代管，哦，中华民国蒋介石部队来是代替美国咧管台湾俩，啊，所以你会感觉讲，佮种美国所讲的话，中华民国拢会听，吼、哦，中华民国事事行行拢会。看美国的头面哈，看伊的面色，哈，就是安尼。哦，啊，咱基本了解讲，咱是日本天皇的，啊，但是暂时迄个美国委托蒋介石的部队哈、哦，来咧甲咱管，即目前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哈、哦。OK， 好，过来，咱来看台湾的问题，哈、哦，咱台湾人足侪无了解家己的身份地位，哈、哦，你若无了解。你真有可能会认产做老爸，吼、哦，进台湾外口，吼、哦，台湾人2300万，内底其中咱300万甲
讲是中国人，剩的2000万是咱本土生长的本土台湾人，但是其中一半又家家拢变中国人去啊，吼，所以因拢已经咧认贼做老爸啊，吼。咱来先知影讲，咱到底是啥物族群的人，咱是啥物人，咱来了解者。来，台湾我甲分两大族群，吼，就是这个粉红色这个，吼，这差不多中央山脉以东，这种高山的原住民，哈，啊，这个浅绿色的，哈，啊就浅黄色的这个，哦，这平埔族，会使讲这边高山族，啊，这边平埔族，哈，那么平埔高山族有即马有14族，哈，那么咱即马先卖讲，哈，因为我主要要讲只个平埔族，平埔族嘛。10族以上，吼、哦，啊，咱来看，遮有一个宜兰克马兰族，吼、哦，宜兰有一个克马兰客运，吼、哦，就是咧纪念克马兰族。啊，台北地区有一个凯达格兰族，就是阿扁啊选到2000年的总统，甲总统头前迄条路叫做介寿路啊，改名改做凯达格兰大道，吼、哦，即马来咧抗议，拢会讲要去凯道抗议，就是去凯达格兰族。哦，要纪念凯达格兰族迄个大道咧抗议。过来，就是桃竹苗遮有一个道卡斯族，哈、哦，道卡斯。啊，过来中部遮就有三个族伫遮吼，苗栗、吼、哦、彰化、台中南投，吼、哦、遮有一个，遮有一个巴泽还有一个哈、哦、巴，啊一个帕普拉，啊遮有一个曼布萨，哈、哦，这三族伫遮咧活动，哈、哦。那么分林家己才有一个洪雅族、哦、那么上大族在台南地区才有一族叫做西拉雅族西拉雅、哦、其实再来还有两族啦、哦、这在后一个那个地图就看得到各边地区还有一个马卡道族、哦、像我在屏东我就是马卡道族的边埔、哦、族的马卡道族这张搁较，哈、哦，搁较幼哈、哦，这个搁分较清楚哈、哦，克马兰族、凯达格兰族，哈、哦，啊，道卡斯族，啊，这塞夏族，这就属高山哈、哦。咱今麦来讲这个西部这个平埔族这个哈，搁、哦、一个帕普拉哈，还有一个马布萨哈、哦。这翻译音译有的会讲，有个讲马布萨，有一个巴布萨哈。哦啊，即马上新呢，到迄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成立的有新两个族出来，一个卡纳富族，吼、哦，啊一个拉鲁瓦族，吼、哦，啊即拢伫即个阿里山迄附近遮人拢足少的啦，哈、哦。好，西拉雅族另外即个遮大地的，啊、哦、阿玛卡道族就是高边地区，哈、哦。OK， 啊其实遮还佫有一个。马卡道族是西拉雅族的，因语言上吼，真侪拢是同款的，所以也有讲做雅族啦吼，就是伊的支族吼。啊，其实佫有一族伫即搭遮，我那属西拉雅的支族，叫做大满族，就是2009年的贝尔切贝莫拉克风灾麦村迄、那个小林村，伊就是大满族吼。啊，我是迄、那个。我较早有咧开票吼，不是迄个银行通知存款不足去做，吼不满足的。好，啊，即马若要来讲这个马卡道族吼，我来讲你就应该做好记的啦吼。这个蔡总统选举市长为了要纪念阮这个族吼马卡道族，开一条路叫做马卡道路，伫这个纵贯铁路吧，这个、铁路边啊开这条叫做马卡道路。啊，你若要记阮这组，我甲你讲，你一定记会起。马英九卡在平交道，火车来弄来包死的，去组，吼、哦，安、啊、你就知影，吼、哦，我叫马卡道族，吼、哦，安尼吼，马卡道，吼、哦。啊，过来，平埔族有一挂特征，吼、哦，咱来个记，吼、哦。你的特征就是讲，你甲你的手弯起来，啊，你只脑一顺。你啊，有诶是倒手，有诶正手，吼、
迄个编播作的，吼、哦。啊，有诶，你若有诶，你若较胖诶吼，会肩较无看，迄个袂准啊。啊，若佫胖到过头，佫几啊年，像迄个卖轮胎有一个米其林吼，哦，迄几啊，迄个规身躯拢几啊年。啊、哦，啊，佫一个特征就是讲，你诶脚诶尾尖头啊，上细支诶咧，你若变两边诶吼，变顺诶，迄嘛是。啊，过来就是皮肤的色吼、哦，像我这色啊吼，这行了差不多十一分色的吼，诶、哦，超黑大色的这吼、哦，这我那是啦吼、哦。啊，过来轮廓较深，哦，双眼皮啊、哦，这我那是。哦，咱平埔族做者啊，包括讲，你会记吼、哦，你若恁家还是你亲戚朋友嫁娶喜事，无久若坐大位的平埔族，有无？有保护一个大位啦，吼、哦！啊，过来，你若女孩子做回来，会食麻油鸡酒，哦，迄个是，哦，迄种平埔族的传统，吼、哦。啊，头拄啊，这地图，哦，画到遮济族伫遮吼，啊，你莫讲哦，你住伫高屏地区，你就一定是马甲到处，袂准哦。你爱问到恁个阿祖的阿祖，叫做祖公。哦，搁起哩，因为伫咧入清朝的时阵，门口差不多清朝，迄阵开始准，因为迄阵吼，清朝做本事的，若有大溪流，哦，像迄、那个，像淡水河即款的，啊、哦，也是即个大条溪吼，像大安溪，啊，落水溪，大清就无法度做桥过啊，都拢断线，所以人无法度走迁徙，安尼遐频繁，啊，即马安尼吼。全台湾，你想要带队古仔里，做就袂准啊！你得问到恁阿公的阿公，太祖迄级的遐爷吼，讲较早为着搬来，啊，你得迄个太祖带你对，安尼较来对这个地图，吼，安尼就对较会出来，哈。好，过来咱来看讲，先了解咱的损失了，过来咱即马来了解是安怎咱会摕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啊，这就是1952年日本跟中华民国签伫台北签合约，所以叫做台北合约。伊个第十条内底有讲吼、哦，这就是咱正式有这个文件，唔是中华民国家己用行政命令吼。讲、哦、所有的台湾朋友的台湾人民，拢总变作中国人吼，迄、哦、唔是吼、哦，你到位遮来。第十条讲，就本约而言，中华民国国民应该视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甲澎澎湖所已经实行或即将来可能实行的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一切台湾甲澎湖的居民，即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哦，这句是还有够麻烦。加到一个台湾朋友啊，来到加个一个台湾朋友，过来到加前属台湾朋友，总共就安尼啦。看这红字较紧啦，视为我们被视为中华民国国籍，所以咱摕中华民国身份证是为遮来哈。啊，你知影马英九咧做台北市长哦，啊高沙族的伫个溪边搭简易的房舍伫遐住，哦，啊伊要甲拆。阿哥讲，我要马英九讲，我要把你们当人看，好吧？视同，就是视同，伊就是心内恁唔是人，我暂时把你当作人看，我还要把你们再教育，有无？有安尼讲嘛？哈、哦。所以我们被视为，其实咱就是唔是暂时要当作中华民国国民。所以你也想，伊只都讲给台湾朋友，再个讲台湾朋友的居民及前属，咱就是这个啦。以前就住伫台湾甲澎湖的居民，包括伊所生传落来的后裔，就是讲1945年八月份日本的广岛长崎迄个美国甲肯两个原子弹，日本天皇伫8月15日吼，到原子弹肯了后一礼拜，无宣布无条件投降吼，迄、哦、一天投降迄一天，台湾是毋是无论是美军还是中国军拢还袂入来？迄阵敢若
咱的阿公阿嬤，咱的是大人，包括伊所生传落来后代，咱就是遮的，咱叫做本土台湾人，本省的。过来，那么台湾人就那无国籍，吼、哦，咱来看，1952年7，吼、哦，旧金山和平条生效前，日本的法院，吼、哦，取消咱台湾人的日本国的国籍，吼、哦。啊，头拄啊，日华台北合约的第10条，迄是伫这个生效了，是伫美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但是迄天生效了，美国强烈指导甲要求之下，要求日本去跟中华民国伫台北签这个台北合约，但是爱到8月7日，爱阁经过差不多要4个月后，台北合约才生效。吼、哦，生效咱就摕到日本国迄、那个中华民国国籍嘛，这个取消日本国籍，啊摕到。八月七五了，咱摕到中华民国国籍，啊，过来咧，过来到1972年，等于20年后，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啊，头拄啊，迄个日华台北合约失效，失效中华民国咱的中华民国国籍就判禁，日本国籍各用取消，中华民国。断交了，头拄迄个台北合约失效，所以第10条就无准算啊。我咱连中华民国暂时被视为中华民国国民，这个嘛无义。所以咱2006年10月24日，咱林志升秘书长去控告美国，伊个联邦个地方法院判咱台湾人无国籍，就是安尼吼。因为这两个关系，日本国籍、日本政府个法院取消。啊！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我咱中国中华民国暂时的中华民国国籍也无去，这是咱无国籍的原因哈。过、哦、来，那么台湾人潜在国籍伫底，要安怎恢复？咱的国籍要搁大日本国，台湾人这个国籍哈、哦，咱要搁大日本国国籍哦。啊，要安怎恢复？就爱看琉球返还模式。琉球1945年4月7日。美国的这个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叫做尼米兹上将，率领伊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去攻打琉球，哦，差不多2个月时间，把琉球占领落来。占领落来，因就伫遐设琉球海军的军政府，啊，当来尾啊，陆军起来了，伊甲这佫交陆军政府啦，哈。啊，嘛是伫美国军政府下骹设立琉球民政府，哦，就像咱即马有台湾，咱即马设立台湾民政府。那么这个琉球民政府设立了，琉球人，琉球就变作日本的境外，用用外国占领迄个所在，就变国外，类似国外啊，哈、哦。民政府成立了，琉球人若要等于。日本迄四大岛，就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啊，也是讲你要东京读册，要离开琉球，啊，去向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申请旅行证件，就是类似这个护照，吼、哦，迄、那个功能的 passport。因为琉球已经是日本的境外，啊、哦，所以咱来学这个琉球模式，就讲后来。1969年，日本政府已经较有钱，所以日本政府去跟美国协商讲：“啊，我爱阁赔偿你美国偌济钱，你较要甲琉球还我。”日本、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我迄阵1:40哦，吼，足大钱。这条是交了，因阵签一个琉球返还的这个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伫1972年5月15日，美国准甲琉球，包括钓鱼台、的尖阁群岛，拢还予日本。啊！因若还过了，琉球人民自然恢复琉球诶大日本国的国籍啊！哦，因要等于摕身份证，就当等于日本啊。拄啊像即卖澎湖人，若要来台湾本岛，因坐飞机来遮，摕身份证登记就会知啊。
免提护照，知影无？免提旅行证件，国内线嘛，对吧？啊，迄阵被占领就变境外啊，国外啊，就变国际线，你都爱有旅行证件才会使哈。啊，所以咱啊，台湾反反模式，哦，要求日本的咱的母国去跟美国政府参详，爱赔偌济战争债。注意，头拄仔咧讲琉球迄个3亿2000万美金，迄个叫战争债。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军舰去予日本的神龙特工队甲唔定嘛，无人机去予日本军拍落来，吼、哦、啊！美国大兵死足济啊，即拢爱赔啊，迄个战争债啊，哦，不割地就赔款，知无？吼、哦，唔是我予你白白拍死啊，人予你拍死啊，物件予你唔歹，啊就无代志，爱赔哦。不割地，你若无钱，就是土地先抵押伫美国手里。台湾即马就是要抵押伫美国手里，咧等你摕钱来赔，赔清楚才行哩。好，好，国际有分属地主义甲属人主义，欧美先进的国家拢叫做属地主义。啊，就是你这个富人人，譬如讲，可比讲美国，伫美国家己那生来，主人取得美国的国籍，还是伫美国的无人机顶，美国的船啊顶管生。就拢算美国籍，吼、哦，这有一个好处，你伫迄个国家的土地所生落来，你就摕着迄个国家的国籍，你自然会爱的迄个国家的土地。你大汉了，你袂去做一寡违法的，吼、哦，去进口一寡有毒的物件，还是生产一寡有毒的物件来污染环境、污染土地、污染水，吼、哦，你一定会足听你家己的所在嘛，吼、哦，这属地主义的好处。啊，若当就汉人儒家思想的那种属人主义，那种父权思想。这个华人，这个大伯，哦，这个老伯，无论移民去到对，所生落来囝，拢讲华人，伊袂融入当地社会。哦，清朝的时候，迄阵美国当初咧建设伊的西部，哈、哦，伫旧金山遐，哈、哦，咧起铁路，啊为广东、广西、哦，闽南遮有引进足侪华工，哦，去甲因斗开路、开公路也好，铁路也好，即马路拢起好啊，啊，因也无钱通去转去，都拢伫就地哦，合法落地生根底下哈、哦。但是华人的思想就是讲，因若赚着钱，就是要甲钱摕转去因的故乡，要起大厝。要光光耀门楣，伊袂讲要造福当地，袂讲融入当地来建设当地，所以因遮华人拢会结规堆，叫做 China Town， 就是唐人街有无？啊，唐人街就是伫美国，伫当地就是最落后、最肮脏、治安上歹的所在，哈、哦。因袂去听就迄个多所在啦。所以拢做泰哥哈，啊，这是属人主义的坏处，哈、哦，未造福当地，啊，所以像那旧金山那里排华，啊，菲律宾那排华，印尼啦、啊、马来西亚拢咧排华，就是人家华人干那顾家己好得啊，好、哦，无咧造福当地了哈。过、哦、来，咱来研究咱台湾人的血统，哈、哦，有一句话讲，有唐山讲无唐山嘛。哦，啊，这向往听敢那对呢？啊，你认真甲想，当然，较早中国人吼，毋是中国人，清朝遐人要偷渡过台湾海峡足困难的，一般吼拢敢那查甫会走来尔吼，查甫要走路体格较好吼，迄、那个存活率较悬吼、哦，所以因为海禁的关系，所以一般拢查甫来尔。那边的阿嬷无来嘛，啊，这查甫来台湾，拢一定娶咱本地平埔族还是高沙族，吼、哦，做某就地取材嘛，哈、哦。但是我再想想，啊，那敢那有当山讲，啊，咱台湾阿公敢拢死了啊？无可能嘛。哦，所以，过来咱搁看一句，当山讲来台，十个内底吼，六个死，三个留落，一个爱搁回头，一个后悔搁转去。六四前啊，因为迄阵个船啊细只，啊台湾海峡海浪真大，
一个海燕较大了，冰船几只船死了了，吼、哦，所以平均十个来有六个死伫台湾海峡，剩咧爬起来了，有一个搁后悔，大家可能水土不服搁酸疼，所以迄阵呐，有诶伫船顶敢若吐了吐死啊，吼、哦，伊即马船顶伊咧晒托班嘛，十几工拢伫海啊行船啊啊未食，敢若脱水，吼、哦，也是漏晒脱水就死啊，所以。因呐登陆，第个工作要啥？甲四个同伴爱杀去台，吼、哦！啊，这只船起来在咧台，啊，迄只船去咧底下登陆底下台，啊，那台就去问：啊，你台湾袂？啊，这边问：啊，你凭台湾袂？台湾的名安尼来？这是其中一个啦，吼、哦！埋怨，毛人讲，就这个地方是埋怨之地。就是做玩弄戏的嘛，六个戏，埋怨，反正闽南语嘛是台湾啊，好、哦，啊你戏也爱真正爱台，甲台湾，啊都哦遐侪句，啊拢会问讲啊你台好袂啊，你台湾袂啊，哦，安尼来，这两个讲法啦哈、哦，但是你来看这六个其中，嘛这三个留落来遮。感情要歪了，咱来探讨看卖哈。1874年，哈，武端家事件来做嘞。1971年，就是琉球的渔民哈，伫东海岸，因为许风台船吹歹去，啊，船难，啊，因50几个登陆起来，啊，结果因为话语未通，哈，啊，也是啥物误会，迄个。叫南台湾族的迄个高佛寺社哈，牡丹社因遐人甲台死，有12个无台死啦，啊，即可能误会，因可能认为讲伊是海贼，吼、哦、要来抢物件，啊，所以台甲因台死，啊，迄12个用救去凤山府城，吼、哦、啊，大清甲送倒转去。那么日本就兴师问罪，讲是安怎恁大清放这个恁的。台湾的土著哈，台籍湾的琉球的渔民，大清甲回批讲，反正白话文就是讲，枋山以辽哈，啊，枋辽以南，非我大清版图，哈，迄是番外之地的对吧？哈，就是番啊，迄是番外之地都唔是我咧管的，所以因家咧台籍嘛根本无关的，我日本。接到这个文，就搁个回文讲：啊，那番外之地唔是你管的，安尼我要出兵要伊个讨伐。大清搁个回文讲：伐与不伐，由贵国自裁之。哦，你要伊个讨伐无？恁家己决定落啊！哦，根本无关的意思。伊敢若有管几个啊？不，迄个屯垦区啦，哦，一撮。台湾迄阵无规个西部无连做伙哦，可能高雄、凤山才一撮，台南一撮，吼、哦、啊，竹罗山、嘉义啊一撮，吼、哦、台中遐阁一撮，吼、哦、啊，就可能桃竹苗一撮、台北一撮安尼，差不多6个屯垦区，阁互相无连结吼、哦，所以伊无整个建构台湾的主权，大清无，大清甲只当作伊的属地呢，藩属之地吼。哦就是你爱去朝贡迄款个吓，好，啊，即、這个伫安尼种啊，迄阵日本拄啊明治维新，有去欧洲吼、哦，尤其去甲德国学一寡陆军作战个技术，啊，无所在好实兵演练啦，吼、哦，啊，拄啊好无西乡重道船，派船啊，甲3000名个官兵伫为即、這个迄阵个车城个靠海边啊，有一个叫。下寮迄个所在登陆起来，啊，就伫这个牡丹社的这个有一个隘口叫做石门古战场底下修建。啊，当然拢日本是正规军呐、啊，吼、哦，有3炮，有机关枪，啊，有正规步枪。啊，咱个台湾族伊敢那有单发的猎枪、弓箭，啊个长矛。真个当然武器输人，吼、哦，但是那暗时啊，就不一定。不一定输啊！因做到狩猎吼，做到潜伏的，
做个伪装，所以暗时啊，就换台湾驻营。暗时啊，游击战哈，哦，日本军完啊，头壳摸咧烧，来无影去无踪哈，啊，就出一个暗军啊，用怪呀。好，啊，即马伫安尼情况下，伫啊拉锯战，日本军啊唔敢，于是啊，你要战争呢？啊，有砖头放火烧掉，到尾也嘛赶紧撤兵出来，无到啊，搁用游击战，哦，搁用台，底下拖要两个月吼、哦。日本军真正战死的哦，差不多50个，但是尾啊破病死的500-600个，什么原因？日本军唔捌去台湾的蠓仔叮过，叮了就登革热发烧。啊！若交叉感染，有咧出血、登革热，迄阵无药医哦，死亡率可能8-9成。啊，过来来到遮水土不，食水无卫生，遮来漏屎，脱水就死啊！啊，又蛇咬也死，反正无所不至死。啊，所以日本军尾啊发现哇，这个非久留之地哦！啊，拄啊王大清尾啊读个醒讲，唔对呢，这日本军啊唔走吼，啊这就麻烦呢。尾啊，日本甲要求讲，无你爱赔偿我出兵者，我开买50万纽银，你爱赔，等于提钱送人出，佮等于吼，佮甲遮日本军甲请等于，是安尼吼，因煞算惨胜等于啊吼，日本军话呐，啊日本军因有军医呢，啊咱个高山原住民，几啊千年来，迄个帮啊顶顶啊惯习人啊，该死个拢死掉。村内拢有抗体的，拢顶袂死的，吼、哦。所以你若想，啊，这三个中国迄落大清留落，这三个无抗体的来遮顶拢包死的，吼、哦。啊，而且因迄阵来即个唐山这吼、個，唐山讲，咱拢有一句话甲讲，因叫做罗汉卡啊有无？因为因拢大部分像那爱走路来遮。可能伫中国大清迄边欠人花钱，无力，共偷地物件，也是创啥作奸犯科、杀人，大清要甲追捕的，所以因落跑走去遮来。啊，再来，罗汉卡，咱就拢讲罗汉卡就光棍嘛，吼、哦。啊，是安来叫伊罗汉卡？无炸物件，无财产来啊。来台湾落脚，有工做工，无工通做就做乞食，啊，无厝好住，暗时也要困底。拢困庙宇，啊庙宇的壁是毋是拢会画迄落18罗汉？啊，拢困伫迄罗汉的下骹壁角呀，所以叫做罗汉卡，就安尼来。好、哦，啊，你也知影哦，当时咱台湾是母系社会，头拄仔咧讲的吼，母姑坐大位，妈妈是掌管这个家庭的。发号施令的主导权，财务啊，伊咧看，吼、哦，啊，啥物人爱去做啥工作，拢伊咧管理的。哦，所以啊，你会记有一句话讲“牵手，牵手”吧？我过去拢叫做讲，查甫去牵查甫的手，结果毋是，迄是迄阵母系社会的女孩子看到这个查甫，哎，这个缘投佮体格好，应该作为做工作，吼、哦，啊，牵伊的手。啊、你有捌听过一句话叫“招翁”无？牵伊个手，招伊转来做晚翁，叫做啊，牵手招翁。啊，但是招伊转来做翁，啊做了哪表现无好呢？等这个查甫早时啊出去做工过，这个女孩子就把伊个家当收收，用床巾包起来，吼、哦，还是草席啊包起来，甲等在门口。因这翁回来看到伊的家当房下伫门口，他就知道他被休夫了。他某人要走啊！迄阵女孩子是主导位置的，足有权威的呢。啊，你话像一个台湾的母系社会女孩子，敢会去招迄个罗汉卡乞食来回来做翁？困难。所以唐山阿公足少的啦，真正有生传落来，有娶到台湾某的足少的。一个高高在上的母系社会的女孩子，
要招迄个罗汉卡当来做啊。除非讲迄个罗汉卡先啊，像刘德华，还是金城武遐烟斗。啊，老娘有钱呐、啊，我敢那欠一个烟斗翁，甲牵伊个手招伊当来做啊，身躯甲洗洗咧啊，买较好个衫五千，真个着人模人样啊。吼、哦，那安尼我都不会讲。啊，所以若无，当初讲足少个啦，比例足少个。拢台湾阿公较济啦，吼、哦。好，那么民政时期，包括台清本土的阿公，拢会崇拜，什么原因？因为民政因来，因把闽南语当作官方语言，所以因有文字，闽南语有文字嘛，吼、哦，就像即马即款繁体字。啊，咱所有的无论平埔族还是高山族。咱拢有话语，但是无文字，吼、哦，所以咱算弱势的语言，吼、哦，所以咱到尾啊，拢走去学闽南语。因為你若要闽南语，你会当做通译官，吼、哦，还是迄个台青有你较好福利安尼。啊，大家就当然就去学闽南语啊，啊，把家己的语言放掉的。哦，所以咱即马所谓沿海遮个平埔的平埔族的话语，拢差不多失传去啊。差不多剩希腊雅语，看救会回来袂？好，希腊雅语就是后个在荷兰人来管台南安平这地区的时，有用罗马拼音，把希腊雅的语文用罗马拼音来写作，用圣经的马太福音，好、哦、马可福音有写落来。啊，过来荷兰人若要跟希腊雅族签契约，因一边写荷兰文。一边用罗马拼音写这个希腊雅的拼音的语文，迄叫做新港文书，哈、哦，新港文书，啊、哦，这个台南市这个博物馆内底拢有这资料，而且荷兰因的迄个博物馆要留较早因撤退砸断的遐文书要足济，哈、哦，结果这个。伫个新华有一个女孩子，是一个敢那一个基督教长老会这个长老的因的祖囝，叫做万淑娟。叫伊去菲律宾，啊，交到一个菲律宾的男孩子，吼、啊，嫁予迄个菲律宾的人，啊，尾因做伙转来台湾。啊，伊甲这个《新港文书》吼、啊，也是《马太福音》这吼、個，遐、啊、文书有一挂 copy 本。提当伊读给因妈妈听，嘿，因妈妈有八九成听有嘞，吼、哦，啊，所以用这个方式，因开始咧做希腊雅族的语文词典，哦，做一本教导本足够啊，哦，迄本我有看到，拢罗马拼音，啊，可能因即马有一挂学校国小拢有咧开始咧教这个希腊雅语，吼、哦，有可能会当恢复起来，吼、哦。那么现在台湾人会哈美哈日哈、哦、早期、哦、民国五六十年代那时候哈美都说听西洋音乐、哦、有没有、啊、穿牛仔裤学嬉皮、哦啊、那时候台台有一句话说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啊、去美国留学就差不多九成都没回来、哦啊、再来、哦、差不多二十年前大家拢咧哈日，哦，迄阵咧日本咧索尼的电视啦，索尼的沃克曼啦，啊，卡美拉哦，肯诺卡美拉，尼康卡美拉，全家哦，足好用，俗个好用，大家拢咧哈日。啊，即正十年，我咧哈韩，是无？三星手机、现代汽车，吼、哦，啊，这是时代潮流啦，吼、哦。那么清朝甲咱台湾人漫画，这个漫画内底包括语言。包括输咱肝、输咱肾，包括族谱嘛，输予你。输我肾，我姓潘，我这潘吼、哦，就是台清的官员吼、哦、来视察，啊，地方的官就陪去视察。啊，即马到一个部落，伊问讲，啊，这部落拢姓啥？啊，这个县城的这个随从啊，讲无呢，人家拢无姓、无名。我学安尼哦。啊，阮的祖先的庄头部落拢设伫这个溪边、河边，因安尼要洗物件、要洗身躯、洗衫裤，较会方便啊。
哦，哎，准搞河工，啊，这大地水边的番，三点水一个番，叫做番。哦，我的番是安尼来，大地水边的番。嗯，啊，这做有学问啊，这个、清朝官有学问，有三点水有水，下骹有蚕，啊，这水蚕会发稠米嘛，顶完是米米，我的番上面一个米嘛，啊，顶完一片嘛，飘飘的台湾人，吼、哦，系安尼。唔是干那树我生，连阮的族谱啊嘛树我翻。阮阿公有做一个族谱，我摕来看。头一个写讲，阮姓潘是福建省来的。啊后壁呢，对一关，对一个区，对一个庄头拢无写，我就知我这骗人。这就是树，连族谱也树乎你。好、哦，所以你台湾包括社中庭也好啦，啊是啥物，你电话的淡水边。讲要去那边要寻根，找无啦。台湾的姓潘，跟中国姓潘血缘上无关系啦。啊，你了解无？阮这族的平埔族的马卡道族，跟中国姓潘，较早我细汉的时候，有一个省教育厅厅长潘振球，哦，我叫讲哦，阮姓潘也做甲遮大，结果大汉才知讲根本。诶，中国人看咱都无血缘关系哈。书、哦、官就是讲，你若会晓闽南语，哈、哦，伊可能互你做一个翻译官，哈、哦，啊，你的台步就较好哈、哦。所以莫误会，咱唔是中国人哈，唔是清朝人。那么日本时代，日本人嘛，甲咱台湾人皇民化，哦，叫咱爱学日语，爱学穿和服，哈、哦，啊，一寡风俗习惯拢爱学日本人，哈、哦。但日本人来甲咱教这五十冬，台湾人脱胎换骨，哦，这真无简单。好，好，过来，战败国家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嘛保存了本土台湾人有85%以上原住民的血统。我该用原住民，唔是用原住民，原来的主人呐、啊、吼、哦，咱平埔族也是高山族，咱是这块土地主人，吼、哦，咱是原来是这块土地主人。好，咱来看战败国荷兰人，荷兰人迄个郑成功甲赶走，对吧？荷兰人迄两千几个人拢撤离，所以无留啥物基因落来，吼、哦，无济啦，有，但无济，吼、哦。过来，郑氏王朝迄个施琅叛变，引清兵伊甲消灭掉，吼、哦。所以郑氏王朝遮个人台死台死，台无死个拢掠了，佮拢爱迁登去台清。伊无爱互你留在遮，佮含遮平埔族还是高山族，佮夹夹做一个，佮要反清复明，哇、哦，就麻烦。包括连骨头嘛，无爱留在遮，连骨头拢乌断哟。正式王朝遐高官的毛拢乌开。啊，咱即阵平埔族的西拉雅族伊个毛，啊，毋是入土为安泰，佮乌开，因甲咱骗。因为伊惊讲，这骨头、这毛将来佫变遐袂抓袂到，走去山内底遐拍遐郑成功的部将，哪佫来佮当作一个迄个朝拜的一个哦，因的王哦，做朝拜的这个一个所在，所以连毛拢乌开。伊讲，因大清遐的咧乌毛，遮讲无啦，啊，遮人吼拢大清遐过来吼，啊，爱互因。落叶归根，爱去上登去大清因的故乡，啊，即马乌个爱甲装一个骨头翁啊，甲送倒转去，安尼唔该会庇荫因的子孙。哦，台湾人一步甲乌个，即叫做扣骨啦，扣骨就是安尼来啊。好、哦，啊，其实你嘛知影讲，这对大清来讲，这拢叛离分子啊，爱有通对遐好吗？无可能啊，遐骨头修修的。到台湾海峡中，就拢甲拼命落海去啦，有可能佫甲摕转去，互因的迄个大清迄边，互因的子孙继续落去割迄个骨头啊，无可能。哦，好，过来，大清迄个日本甲拍败，哦，迄阵签这个马关条约，有定一个条文讲，韩你住伫台湾甲平和这。
全国的国民。迄阵差不多派来遮做官的吼，拢总是啥？爱单身来，袂将娶某囝，某囝爱爹啊在台清迄边，所以因迄阵派来遮做官，干来这样三年。啊，三年官，因讲两年满，他有一句话，有一句话讲三年官两年满，啥物事满？六地啊，外国地甲满满满，叫做三年官两年满，两年满就开始咧等船期来，就要转去啊。所以，迄阵来伫台清，嘛来伫台湾甲澎湖，即个清国的人来做生意的，啊做官。迄阵甲统计，差不多九千几个，但是差不多97%，差不多3%是外国的记者啦，还是遐探险家，还是传教士，剩了差97%是台清的国民，啊统计台，甲总共。莫讲九千啦，甲互准一万，拢千国的人好啊。迄阵，迄、那个条约讲，限乎你两年的思考期，恁即九千几个人，吼、哦，你即两年带只带看卖，你若带袂下，你会当搬马转，转恁台清，吼、哦。啊，你若两年也无走的，继续留伫遮，我就甲你当作日本的臣民来甲你管理，吼、哦。啊，所以迄阵你若甲算比咧。迄阵咧，咱台湾本土台湾人差不多300万人，按清国的人差不多10万人伫咱遮呢。啊，遮拢就是毋是，就是讲日本政府伫即个马关条约时所甲规定的了，吼、哦，因为一部分有转去，吼、哦，所以台清有留伫遮的金嘛足少的，吼、哦，会使讲300:1啦，吼、哦，拄啊0.03%。但大日本帝国尾啊，去予美国打败。迄阵台湾已经超过600万人。那么，伫1945年，日本人伫台湾咧管台湾的军公教人员，差不多30几万人。吼、哦，即30几万人，拢去予即个蒋介石吼，因甲遣送返去中国。迄、那个，伊迄个日本本国，吼、哦，迄、那个本地，所以日本的金嘛，留无家己伫台湾，吼、哦，啊，一直到即马安尼，中华民国来代理，啊、哦，所以你啊看，一直来，就是因为安尼关系，咱的血统还阁算正纯，吼、哦，拢是原住民的血统。好，过来咱来看日本时代。台湾人户口成本即马奈拢用做甲安尼一块一块乌乌吼，你来看，台清足含慢，嘛无心要好啊管理台湾，啊、哦、所以日本人来了，伊足用心要治理台湾，所以伊也了解台湾即块土地内底有带偌济种族的本土的台湾人，吼、哦，啊因拢讲啥物款的话。那个阿 K， 我们是不是冷气把它开一下？哦，大家弄咧，一表示今天咧热啊。那么，伫安尼情况下，咱来看，日本为着要统治台湾，吼、哦，好啊管理台湾，伊就开始咧做户口调查，包括语言的调查，吼、哦，啊，这个部落有偌济人，啊，拢讲啥物款的话，吼、哦，就拢落去登记。啊，即嘛，日本。建白了，等于了，做老了就用毛笔写的，即个户口成本，即有咱的一挂秘密伫内底。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来了，惊咱知影讲咱的身世，所以拢甲做乌，啥物原因？日本人来调查就是讲，哎，来到即个砖头，问落，我啊恁拢讲啥物语言？啊，较老年纪较大，就拢会讲原住民的话，啊，比如讲，你若讲泰雅族，吼、哦，台雅的话，啊，但少年拢讲客家话，吼、哦，伊有可能甲你写，你若要讲你原住民的话，伊甲你写番生番啦，吼、哦，加生，啊，你若不要讲原住民的话，也要讲。
台清那边来的话，客家话还是闽南话，伊就那客家话伊该写广广东的广，啊，你莫继续讲你是广东移民来生团落来，唔是，哦，伊该写广是因为你忘记你本身的主语，干那村里要讲客家话，伊该写广，啊，你若忘了本身的主语，干那也要讲闽南话，伊该写福，啊，你若要个也要讲原住民的话。给你写生番，哦，啊那平埔族的给你写熟番，哦，咱方叫番佫分青佮色个，哦，啊，就是伊袂知影讲咱是世世代代伫只出世，咱是本土的台湾人，伊甲咱1945年10月1日甲咱编哦，台湾回归祖国的怀抱，我们今天10月25日已经光复了，甲咱讲编讲咱光复节，对吧？其实不是光复节哈，那是军事占领日，是美国委托蒋介石部队来台湾军事占领的纪念日，尔，不是土地挂念，无，拢无过户，台湾甲平和甲进建后拢无办过户哈，还佫是日本天皇手里。那么今仔日10月7日，是因中华民国号称的什么国庆日哈，因的国家诞生，其实。不是啦，今仔挨个中华民国104、103年民诞啦，已经死去啊嘛，1949年就死去啊，这国家都灭亡哦，由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呀，那要有国家哦，已经灭亡呀，灭亡咧做纪念日或者民诞。过来，咱知影讲，1945年4月7日，一般4月7日，吼、哦，咱拢听讲啊，迄天有做愚人节。啊，但即摆吼，我发现讲唔对，1945年4月7日迄天开始，大日本帝国的宪法伫台湾实施，所以咱将来咱台湾民政府执政了，迄天咱来甲改做行宪纪念日。啊，10月25日吼，迄天吼。啊，改做愚人节，啊，安尼了解无？来，过来，被要求撤销户籍记熟啊，住记熟哈、啊。台南市政府次内政部管太多哈、啊，这是今年的《自由时报》电子报4月25日所发布的这个报道哈、啊。因内政部的理由讲，日本时代所写的说案，并非法定原住民族啊。啊，这什么原因？因为你若拢要甲台湾人拢甲承认做原住民族吼、哦，我啊因中华民国的人变少数啊，知无？所以伊拢不爱承认嘛。哦，连西拉雅族遮大族，台南市政府因市会有通过，因这西拉雅族是原住民族。但是内政部就一摆承认，因为制作太大作个哈。啊，头拄仔咧讲个啥物卡纳富迄吼，迄拢几百个人尔。哎，中华民国当然个承认无，内政部承认无要紧啊，补助无开偌济钱。但是西拉雅族若通过吼，边仔只个马卡道族啦，啊是红安雅族，拢要求要争取要做原住民，啊原住民族有补助啊哈。哦，你看，熟就是熟番，指平埔族嘛，哈、哦。而且作为个人的自我认同，哦，这伫台南市市委通过了，高雄市啦、屏东县嘛咧响应这个，哈、哦。啊，这就是中华民国上惊，知影讲咱家己知影咱的身世了，咱就袂去警察做老爸啊，哦，所以伊不要咱知影，哦，这伊足惊，因起码是少数来统治多数啊。所以上惊讲，咱遮多数拢醒个，啊，因着真正爱走路，爱等走等去金门、马祖，还是中国，哈、哦。好，过来，咱来了解讲，中华民国军政府，哈、哦，伫你台湾用对辣椒，咱台湾人着服服帖帖，哈、哦，着无法度搁反抗。来，伊利用二二八事件，有计划堵截台湾的精英。蒋经国，伊本来就是特务头子，
蒋介石吼，就因来台湾了，就开始调查台湾各地方的士绅，哦，即个人才。所以有即个名册，利用228迄个事件，甲即个精英拢抬死，因为伊知影讲，因中华民国，因是落后的三流的国家，三流的国家免哪来管一流的大日本帝国的台湾？就敢若讲，你即马若叫菲律宾来甲咱管，看咧管咱台湾人管会掉袂？咱绝对堪袂变个，堪袂反个。所以伊知影即个情形，所以因有计划利用228事件，吼、哦，经过因所登陆的这些人员，拢去甲找出来，拢甲屠杀掉。因为你若要抗暴，一定要有领导人物，这些精英拢用台去啊。啊，这足可惜个，差不多3万人。这是日本政府开差不多50年的时间，才好不容易训练出来，这有够可惜的哈。这讲的有够要求，这精英若留落来哈，咱即马唔知偌济诺贝尔奖的人才哈会生出来哈。过来搞垮金融与经济民生，迄阵台湾的糖油米盐拢足八九，因为台湾一年三收。即咱变伫迄阵日本的咱算粮仓，因为八田雨伊伫乌山头起这个水口了吼，台湾呢，嘉南平原就会当一年三收啊吼，因为当轮种。啊，中国人来了后，发现台湾有够富裕的啊，物件足丰富的，吼一直搬，都。第一个，伊发明伊印钱，家己印用纸，一直印台票，一直印只印纸来家己换食物实际的物件。你若讲这10块，伊印10块家己换，哦，啊这100块嘛印100块家己换。咱台湾人的物件要换了了，啊米一套偌济，你讲偌济，伊拢。印給你啦，所以台灣人儲錢一堆，到尾啊吼，米開始咧，因一直買咱的物件，啊攏運，迄陣國共內戰啊吼，運去上海、廣州遐倒賣，因烏市咧賣足好價，因為中國咧內戰吼，生產攏物件攏生產無夠食吼，無夠用，所以為台灣一直搬一直搬搬了了。摩卡台湾人煞无米好食，台湾出米出足济，我做囡仔，我汉字占食有够济，吼、哦。啊，迄阵我做囡仔，若要食着白米足困难的，因为迄阵拢种汉字较济吼、哦。因为迄阵介济电力设施也破坏吼、哦，啊，足济物件拢用。迄阵较早日本时代无插头，中国人来了，阮边仔有一庄，就是拢啥物啥物新村迄款的吼，迄就是中国人的迄个难民营的对啊。为因来了，阮开始着插头，阮的鸡啊用头碰的，吼，脚踏车用头砍的，好。啊，这过来就讲，迄阵台湾的石奶无米，就是拢要因用纸换换去啊嘛。啊，迄啊足好价，一半因。国民党的人第六底啊，一半是资助这个国共内战，啊，所以在安尼情况下，台湾人买米煞买无，煞开始米一日三吃，哦，会使哦一斗，啊，比如讲10块，到下昼变20，到下晡可能40啊，明仔买无，讲搁起价啊，到尾啊，你买斗米爱排地。钱去买，啊！伫安尼情形，咱当然规个金融要搞垮，啊！经济民生就无米好食。汉字签吼，拄开始是好食这青的，但是汉字咧修行有一个时间，过你都爱晒干，你食袂完的爱晒干。啊，有诶作侪拢臭香，较早无啥物农药，所以作侪拢臭香，所以煮家饭拢迄个。就歹食，后尾食白米，就爱等阮的阿姑啊，阮的阿姨，因有来烧炊，亲戚来烧炊。哦，阮妈妈较有下骹食番薯签，点碗米。但是
当人客食了，往去食吼，哇，佫存番薯签，啊，调几粒啊米伫边啊，吼，你啃迄边啊米特别好食，够香，哦，啊，所以大概伫五年前，我伫个农改场吼，有摕到迄个好的品种的迄个番薯藤，吼，我去种，啊生，吼，我就煮饭，我甲阮爸讲，爸爸，我煮番薯烤饭互你食好，吼，变面，哦，见老食足多呀，食到惊着啊，较真了咧惊呢。啊，我都住落啊吼，啊我那头乌两三块啊，盖伫饭内底，伊嘛食食食，迄食着，哦，即马番薯只好食。较早番薯是山车人咧食，即马好野人拢惊死，拢咧食番薯吼，讲迄高纤维吼，真趣味啊哈。所以伫安尼种啊，搞法金融到尾啊，伊知影恁钱足济啊，恁兜拢钱拢一堆，开始，啊、来印新台票，一块，来你啊摕旧个台票四万摕来换，四万换一块，那伊即嘛啦，你有四千万，讲好个人吼、哦，啊来四万换一块，你存一千块啦，一千块咱即嘛一工就开掉去咧，啊所以台湾人迄个母一个吼、哦。金融也倒，吼、哦，啊，搁无饭好食。啊，你若安尼布落，台湾人都敢若顾食饭都顾无用，食饭都无用味啊，毋知影啥要空饱啊。搁无人领刀，无一个精英来领刀，所以咱就只着软卡去啊。你无钱吼、哦，你即马讲，进你请游览车买凯达格兰大道买空椅吼，招无人呢。因即马大家三 P P， 大家哦，我无坐，无通食。你请游览车，搁准备便当好食，伊不一定要去的，拢免出钱哦，干出一个人。较早二十年前吼，经济好，你招拢足好招，即马足歹招。啊，但我尾也较觉醒啊，啊，这民进党根本都干那是国民党的泄压法。即马若发生啥物事件，台湾人气甲都要病伊啊吼，挡袂牢啊。民进党来就好，来咱来某年某月吼、哦，某一日咱来总统府头前凯达格兰大道来抗议，来抗议马英九。哦，像我定去参加吼，啊、哦，尾也发现讲啊，敢那咧台北日游嘛。我透早的屏东出门，坐来到遮拢差不多两点啊。吼、哦，啊，即马阮游行了，搁行来凯达格兰大道。我拢听迄细骹演讲，大骹拢伫排伫后壁。啊，阮拢差不多五六点就爱准备爱走，到五点爱走，因为收完走等于到屏东拢三更半暝啊。啊，即阵就是讲，你足愤慨，要拼伊个时，甲你招来总统头前遐发遐扯干胶，胶胶嘞取消呀，搁转来，虽然转去属龙工厂，搁继续做工，搁继续趁钱纳税金。个国民党开，啊，隔三五个啊，半年，佫有啊，佫结甲骨骨多伙啊，后来佫台北一日游，佫招抓来，啊，一届我着，一届陈云来，啊，我拿伊抗议，啊，阮这迄天有塞车祸，迄届人袂少吼，几啊十万人，啊，阮伫桃园遮，哦，伫个民间的交流道，迄个休息站呐吼，有板凳。食迄一道千二块个啦，啊！结果阮迟到，阮个桌声煞人咧食，啊！你知影迄阵，你嘛咧空气拢头毛吹就白，拢头六十岁起哩个。啊！阮个桌声有食个，啊！阮个小姐讲，阮迟到呢，啊！阮个桌声有食个。啊！迄个小姐服务生可能新来，探头看，拄迄几啊桌拢白头毛咧食，迄甲阮因安怎？阿爸，今日等者。迄几道阁食无偌久啊！哦，阮听一个讲，今日秘伫条脚后壁等人，哪有听到哪样精？讲迄道阁食无偌久啊！哦，所以真来，我袂想，民进党真正有要抗议吼，伊应该哦，全台湾二十一县市分啊，今仔日是你迄落台北县吼。阿妈在桃园关，安尼照排安尼，一工
差不多五千个，一天五千个去了啊，卖一届安尼几啊十万人去，啊一天发发的刷刷，一日游等于没有效果嘛？你们像香港即卖呢，有无？香港占中哦，十几天甲定落去哈，轮流来定哈。好，过来大地主变小地主，中华民国政府来台湾，敢有炸中国土地来？无啊。所以伫中国，伊唔敢啥物办迄个耕者有其田、三七五减租无？伫遐唔敢办，来到台湾啊，反正这都唔是阮兜土地，啊变啊分，变啊切，变啊割，在我，甲大地主拢甲变做小地主。啊，这大地主地地方嘛是划水会跟动啊，嘛是领导人去看报，哇，这大地主原来变小地主，原来无力哩啊，无钱买便当，请游览车往食，哇，啊所以。这三类，咱台湾人拢软卡，无人无钱吼、哦，你就变无脸啦。啊，大家过八座，都无人要来游行啦，吼、哦。啊，我明仔载无做，无人食啦，吼、哦，袂当去。过来白色恐怖，恐怖，该掠的掠，抬的抬，抬无到的，继续甲你控啊。哦，你讲话袂使，无下国民党听。袂使忤逆着国民党的政策，哦。过来，敌性反转、身份错乱的移民教育，敌性反转就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咱大日本国是咧跟中华民国休战的，那会战后蒋介石部队来，十月二五，吼，1945年十月二五伫。公会堂办迄个投降典礼，迄个呐投降典礼，唔是割让典礼，哈、哦。阿姨就甲咱讲，迄天全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澎湖已经光复了。咱本来是作美手的战败作惊来，唔代表那个人处分嘞。哦，咱感觉个哦，回到祖国的怀抱，嗯啊，为。比比丘丘的战败国跳过来遮，我嘛是战胜国。台湾人短视近利，拢跳过变战胜国，啊，是咪身份错乱呀？敌境反转，本来咱是敌对咧修建咧修台，我咱共国个徛做伙呀。身份错乱有无？即个移民教育，啊，即就是我咧头拄讲2000万的台湾人内底有1000万，已经人差做老爸，跳过支持国民党。所以咱大概选举选总统拢会选输人，因1000万，咱不剩1000万要他选赢，得爱三卡拄啊，拢得爱三卡拄，啊无得爱2004年，迄个发28和平签署赴台湾，有无？啊赢一个20000几票，换算起来拄啊0.228，哦，敢那28事件才完全出来斗运作，哦，啊拄好无遐算啊，拄好说赢0.228。过来计民主选举，国民党有党站，阁有党政军这媒体，即个无论你是电视、报社、杂志社，内底的这编辑部门、这主管，拢当中国人咧做，台湾人拢干来当做记者，拢出去采访，外口采访拍日，啊，采访回来写文章，送去到编辑室主管看。这个新闻报了影响国民党的名声，这不好报，等你边啊，拢安尼，啊，都要对国民党好诶，吼，歌功颂德，伊较要甲你报。所以你有感觉讲，即卖报纸哦，拢做个报遐三色新诶，吼。啊，就即六招，咱台湾人拢卡，啊，这个。民主选举就讲，不做等级拢发言权哈，历史的解释权、事件的解释权拢伫因的手里。因要讲乌了，讲乌，要给他工作背嘛，工作背。所以媒体拢有监控哈，还有高层拢有监控掉。啊，过来，因有东山摕钱咧买票，啊，即马拢搁交给乌道的。带李长去领导给你拜访，啊，乌道遮唱一声妈祖，也是关公，
即马你钱收到了，伊献落你看。啊，新民有看到，票爱投出来。啊，台湾人足惊新民处罚嘞，毋知是亏心事做济安怎？票拢会投出去，吼、哦。啊，刚才阁有分嘞。你即马伊甲你分配，啊，你爱转互啥物人？啊，你买票的条仔有可能有分四组，啊，即落。较早，你只要蹲伫迄个人上顶悬，蹲头壳遐是对一区的，蹲远仔的，蹲这边远仔的，蹲偏仔的，蹲下下，啊，这就会当算讲，哎，我有，遮我拢叫恁蹲对一区的，啊，恁有甲我收钱的，啊，他会蹲远仔的，蹲无出来，你这个条仔爱走路也无，乌多要找你算账，所以买票买会惊吼。过来。外来的植物哈，这个叫做番石榴，对吧？哈，这叫做番茄，对吧？外来拢叫做番，拢会甲你加一个番，这番啊姜，咱台湾姜是伫土脚，啊，这生伫半空中的叫做番啊姜，这原来荷兰人。荷兰来台湾，荷兰因迄个时阵，伊是海上强权，所以伫全世界吼，拢咧找好个物件吼。啊，这个叫做番薯，你知啦吼？番，咱拢讲番薯，其实叫做番薯啊吼，番薯。啊，这番麦，啊，过来番仔花。阁有咯，荷兰人是毋是头毛红红？我较早红毛番着，啊，阮真有一个头毛红红，可能有位透着荷兰种迄款隔代遗传有表现出来，阮拢甲叫阿蒙国个。啊，荷兰人嘛有早来台湾用个咧恐壁、恐古哩，叫做阿蒙土，捌听过？阿蒙土吼、哦，水泥呐。阿摩陀啊，咱讲阿摩陀啊，哈，阿门阿摩陀拢有啦，哈。好，过来，啊，这叫做蚵仔嘛，哈。蚵仔就无人咧讲番蚵仔，对不？那么讲蚵仔，啊，咱这边为这边遐老士官长，咱拢甲叫老蚵仔，对不？那个叫做老蚵仔，因外来，因应该叫做番薯啊。番薯因是外来啊，啊，咱是蚵啊，啊，咱拢倒边叫，拢家叫老蚵啊，啊，咱家己叫做番薯啊。咱是本地，咱也毋是荷兰人引入来。咱自几啊千年前，咱就是遮，啊，咱拢倒边讲，叫因叫老蚵啊，啊，叫咱番薯啊。哦，啊，闽南语吼，其实看母音拢较歹，看母音拢较细，车较大只。啊、你若讲车、脚踏车较细只，好无？吼、哦，比如拖拉机，你就知影拖拉机哎较大只，无人咧讲拖拉机啊，无人咧拖拉机啊，看尾音无啊吼。我做咱咧后日来遐外来遐吼，咱来叫蚵仔吼，嘛、哦、叫番薯啊，啊咱家己叫做蚵仔吼。好。国家民族错误认同吼，咱来看卖，错把中华民国当作我国啊，对嘛？真侪人讲中华民国是最大公约数，有无？啊，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我若朋友若讲这款来讲，伊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我会拢甲消遣讲，你是人，嘛是狗，晓？啊，所以咱来以陈云林2008年来台湾吼，迄阵马英九下令规定，为桃园机场到台北市沿路袂使有中华民国的车辆机出来，所以派警察出去沿路咧查，把中华民国机啊抢落来，压落当当本色人。啊，咱日军的吼，往台湾人，人中国人就无爱机啊吼，咱嘛伫个路边
典礼吼，要予陈云林看，讲阮是中华民国，啊，这真正着国民党教育成功。人因家己中华民国无爱啊，咱台湾人去啊咧，也中华民国咧咧顶咧捍卫中华民国。顶在台北市五星旗，因中国人咧举五星旗，迄天龙国的人咧举五星旗。卖叫爱去派中华民国警察甲保护，今后日军咧甲抢落来，加刀加破还是甲放火烧，哦，所以顾好好。这因老大哥习近平的旗啊，袂使起角。过来，咱2012年伦敦奥运会，哦，咱来做咧。伦敦奥运会本来甲中华民国青年旗挂伫遮，这个阿强啊抗议，讲你咧无用奥运模式挂迄个五环旗，哦，好，所以伦敦奥运会自知理亏，关于甲这旗啊修改，咱来戆斗，人搁旗啊咧顶中华民国咧捍卫中华民国，哈，哦，旗啊，哈，哦，这都表示。国民党的统战宣传成功啊！啊，这电影《三太子》啊，这2009年陈菊高雄市长办世运会，哦，这三千请高官，即马也加爱到伦敦遐，这少年啊，拢要生了讲咧，拢咧爱中华民国的，好，哦，根本这个国家都已经灭亡啊，还搁咧。啊，这就是用洗脑去啦，哈，好。啊，咱安尼讲两三年啊，哈。所以即届6月25号，国台办的这张志军来，都无看人咧遐车恁去啊，哈。过来，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哦，啊，这个始作俑者，咱来看是啥？就是1999年5月7号，中华民国。民进党台湾监督郭启文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啊，这你注意看，迄阵淡水边啦吼，这乱啊律师介有名，哦，海洋法拢介有名，足了解。结果你来看，李登辉较早有讲一句话，讲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还可以看到他流亡的痕迹。中华民国本来不是在台湾，伊是伫中国那边，哈，南京，啊流亡，所以即马招中华民国招来在台湾，哦。啊，你来即马看，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做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对不？连卖，你若讲你要卖台湾嘛，卖一个较好的价钱，这连卖都无卖，直接用送的，用送哦。把台湾送给中华民国去，让中华民国就地合法。好，再来，咱来看2011年10月7日，蔡英文，伊阵咧做党主席，民进党党主席，爱参加2012年的流亡中华民国总统选举，爱伫乐冈高雄市的乐冈公园讲的，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已经唔是外来政权。李登辉佫讲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讲即马是台湾的政府哇，同款，连卖都没有卖，直接用送的，看有食了无？哦，无你嘛讲卖一个较好价，大家来分，讲一人要分寡都没有哈，哦，啊这你看有食了无？这民进党上关卡的人就安尼啊，啊你看，咱台湾人怎么办？当然佫。更加搞不清楚，好，哦。那么，咱请问，这个独立的国家台湾已经独立啊？那么，咱台湾的独立纪念日是对一天？那美国为英国独立出来，因的独立纪念日是7月7日，好，哦。那么，咱台湾对一天？唔知影。过来，那么台湾要为对一个母国独立出来？你所谓要独立，就是一定含一个母体连做的。美国较早是英国的属地，含英国连做的，所以伊爱含英国修正，这样较独立出来。那么咱台湾要甲对一个母国独，为母国独立出来，中华民国吗？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美国？其实答案，咱的母国是日本啦，哈。过来，咱来拆穿中国人的文字把戏啊！
咱以阿公啊，跟中华民国国共内战也文献做例。迄阵1949年国共内战吼，啊，伫这个较尾期啊，中华民国迄个中央社吼，啊，就因为这个党报啊报着战况吼，战书嘛报到敢那个战样。好，啊，咱来以一个例，好，有一句话讲，伊剑拔爱撤退，伊不爱讲撤退，伊讲我军转进神速，怕白爱撤退，转个方向撤退，伊唔讲撤退，伊讲我军转个方向前进，神速，阿哥一日千里，嚯，照干那飞嘞，撤退撤退照干那飞嘞。安不利南在讲他，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阿彪哥加一句，共军追赶不及。我来看，嗯，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哎，像我看刚刚拍赢吼，你有够厉害。啊，那用闽南语西语解决，拍输走赢，走到位台湾来。过来，伊用中华民国甲台湾这个名号伫媒体上的运用，那好康的拢用中华民国哦，中华民国又与某某国建交，哦，建交用中华民国，啊那断交呢？台湾与某某国断交，哦，所以你若看报纸，你甲中华民国甲台湾这两个你甲调换来，甲下看卖呢，吼，哦，啊你着看有啊。那么，咱来改正我们错误的言辞，一寡咧吼。啊，咱定咧讲外省人，吼，好无？啊，啥物人计外省的？吼，外省面有无？啊，这外省唔对，咱要改啥物名？有人会晓讲无？台湾无外省这个。无外省人哈，我定咧分台湾，敢若两种人俩，一个叫做本土台湾人，啊，剩的呢，剩的拢叫做外国人。啊，本土台湾人的定义是啥？就是1945年，吼，8月15日，日本宣布天皇，哦，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或者是用9月7日，哦，麦克阿瑟将军发布第1号命令，迄天也会使。因为迄阵外国军队，无论美军、中国军拢也袂来。迄阵的咱的爸爸妈妈，包括所生传落来后代，就叫做本土台湾人。剩的你拢甲当作外国人，无论美国来的这外国人、中国人，迄个这难民走来，迄拢中国人。你若讲外省人吼，咱就变本省人，啊，算伊变中国的一省吼，所以莫讲因外省人。因叫做中国人，哦，安尼做清楚啊，哈。过来，专省啊，即句嘛唔对，哦，咱定听讲，专省药房拢有得卖，有无？专省服务站拢有得甲你服务，有无？啊，讲专省唔对，咱来讲啥？有人会讲全国，那讲全国唔对，啊，对 对， 對，内行的。你若讲全国唔对，啥啦？因为咱台湾唔是国家，咱有国家，咱个母国叫做大日本国，吼，哦。所以讲叫全台湾，哈，哦。过来，哦，咱定咧讲大陆，大陆好讲到，你，你若比如讲，你甲一个外国朋友讲，啊，我后礼拜要来大陆佚佗，你这个外国朋友头壳真了个，嗯？你是要去对一个大陆？因为全世界有6个大陆，一个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非洲大陆、吼，澳大利亚这个澳洲大陆，佮有一个欧洲大陆，佮第6个亚洲大陆。啊，这外国人，你唔知你买这6个买对一个佚佗咧？吼，所以咱来改，爱改啥？讲中国的啊，免讲大陆，中国的啊。
中国都足清楚啊。咱去美国，咱袂去讲我要去美国大陆，对不对？咱去澳大利亚、澳洲佚佗，咱嘛袂讲我要去澳洲大陆佚佗。好，讲中国就好啊，哈。来，升德，升德爱改善。升德，我做个讲，大清统治台湾212年，有够笨拙，有够憨蛮，无才调，为家人开一条路，开到屏东，中拢断闸断闸，拄着河流就袂过啊，无法度做大桥过，吼。啊，这个改善，日中观啥无唔对。日本人来十年就甲为家人开到屏东去啊，开通拄啊，敢若西里大桥，还搁咧做桥墩啊，吼，啊有做较细条迄个便桥会当通过，吼，所以叫做纵贯线，也是讲台一线拢会使，哎，台一线，台湾第一条，哦，纵贯南北的道路，所以叫做台一线，吼。啊，不过是安尼啦，你若伫这台线顶端咧开车吼，啊，你的车拢加水会走吼，安尼你甲叫省道，我就无意见啦。有影，我要细汉还无读国小六年级，阮车对面的邻居有台乌多麦，伊拢爱加水，我拢继续讲，哦，伊台乌多麦较特殊，加水会走。其实迄阵伊叫做水冷式的啦，毋是气冷式，所以爱加水。好，过来偷渡客，偷渡客毋对爱改啥？这偷渡客呐会通啦吼，安尼呐连讲，比如讲咱等于咱兜啊门拍开，我发现。小偷要你来这偷个名，要咱围起来。啊，你若伊若偷渡客，安尼小偷咱就要讲小偷客，你好，你还佮佮伊拍招呼，因为人客啊。你还佮问我冰箱有凉个，你有佮你开开食无？哦，所以偷渡客绝对是袂成立个。偷渡是一个犯罪的行为嘛？还改做偷渡犯啦！因中国人哦，二十几年前台湾迄阵台湾钱淹卡巴，中国个查甫拢爱为平潭岛坐渔船啊，为咱新竹个南寮渔港啊，伫去屏东、枋寮那边东港为遐登陆。啊，若迄个海巡掠到，还是岸巡掠到，拢称哦报纸了报。今天又抓了多少个偷渡客？啊，准备被上去上面禁渡，哦。啊，现在会安尼称呼，就是遐海巡的主管，啊，是岸巡的主管，拢那主管拢中国人较济，副主管较是台湾人。啊，因遮中国人吼，掠到因故乡来，那伊人客咯。当然，甲你讲偷渡客啊，伊就袂讲偷渡犯啦，吼。过来，啊，咱定来讲，即摆民国几年？啊，即句莫阁用啊，吼。即摆全世界95%拢用西元啊，啊，变哪换作西元？你若中华民国50年就出世的，你甲加11加11就对啊，你就是1961年出生的。那就做个换算的哈。过来，咱就讲台湾总统陈水扁，这句唔对，安怎改？中华民国掉一半，还佫加一个流氓总统，哎，因为台湾唔是国家，所以无可能选出一个总统。中华民国嘛唔是国家，伊是一个流氓的国家。所以是中华民国流氓总统陈水扁哦，安尼较对哈、哦。包括李登辉嘛是中华民国流氓总统李登辉哈。虽然你听了无足欢喜个，但无多。即法律上就是安尼，咱今仔日在咧讲，拢咧讲法律哈、哦，法律哈、哦，法律就是较定，袂
像政治会议，桌圆地边要讲乌也好，连要讲白也好，吼、哦。来，讲台湾退出联合国，中华民国嘛无啥对啦吼。正经讲的是安尼啦，蒋介石代表被逐出联合国啦。中国 China 在联合国有一个名牌写 China， 迄块牌也无换，只是换坐伫遐迄个人。蒋介石迄阵派伊的代表被驱逐出去，换毛泽东的代表来接 ，China 还是在那里。China 下骹有各种政府，有国民党政府，有毛泽东政府，哦，有迄个共产党政府。政府会使换，国家无咧换，安尼知影无？就像即马中华民国下骹的，无论你是台湾人选举的陈水扁，民进党吼、哦，民进党政府，啊是国民党选举的政府，中华民国嘛是迄个名，哦，中华民国这个嘛要滴的吼，换、哦、政府，唔是换国家，知无？好，1979年。美国跟台湾断交，这句唔对，爱安怎解？哎呀，跟应该改做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嗯，对。台湾从来无跟美国建交，所以就无可能跟伊断交。台湾从来唔捌加入联合国。所以嘛，无可能退出联合国。就敢若讲，遐有一间房间，吼，我从来毋爱为遐，你入去迄间房间，啊，你看到我讲为遐退出来，啊，叫做看到鬼，对毋对？咱台湾从来无入去联合国迄个房间，啊，你讲台湾为联合国退出来，啊，真正看到鬼，吼。过来中医，中医唔对，哎，安怎改？汉医对，嘿，来改汉医。甲即马日本嘛拢要叫做汉医，中医是中华民国刚改的吼。较早咱拢我做囡仔迄阵嘛拢要咧讲去看汉医，啊是尾啊中医煞。中华民国一直在讲中医，因为是因中国人的医生，吼、哦，所以开始改中医，啊，这未永久啦。啊，你若后日再去换一个政府，换一个国家的名，那讲无国，啊，做无医，就无医啊，哦。过来，雷公讲歹人。这句话唔对，要改啥？来，我讲较紧，唔是啊，雷公拢讲台湾人啊，唔是讲你好心歹心嘛？你捌食过中国人伫台湾布丢后，你食无啦？拢台湾人咧布丢啊，对不对？啊，风台雨落雨，陈雷公。嘛爱去巡山水创啥吼？不是就有雷公讲，中国人拢伫迄个眷村，伫迄难民营内底咧包水饺、拍麻雀啊。啊，咱台湾人都爱好不容易甲稻啊收起来，爱拍甲打打，爱去交互农会，甲送去眷村吼，分米粮吼，油盐米拢爱配给到因厝安尼，拍甲打打互因。米个下个白白互因食，啊，阮着食米食番薯签嘛，嘿，布丢个人无米好食，爱食番薯签，啊，遐个难民，因走路来个嘛，结果，因个眷村着去咱台湾人起乌大，啊，迄阵拢起乌鸦厝、尖厝顶个，吼、哦，一拢头一间尔嘛，哈，一楼尔。即马讲住三十年后，讲这厝伤旧伤歹啊，空调搁起大了好大，
所以全世界最豪华的难民营就是台湾。你那难民营一般，你那个联合国有一个难民总署哈，因拢负责用搭天道，和遐难民住。你非洲的难民也好，还是伊拉克、哦、叙利亚遐难民，拢嘛搭天道，还有人咧搭硬壁，搭砖啊壁，搭空暗土，空鼓励的无啊。所以你讲拢讲台湾人，无咧讲中国人。啊，咱卖安怎？把无知当幸福。啊，恁今仔讲福啊福，讲不灵啊不灵。恁今仔来遮上遮课，恁一定有心内有负担。恁较早唔知好了了，足好困诶，免忧国忧民。今仔恁若上遮课了，你知影讲咱诶身份地位，咱互抽，咱互压榨。我无相信讲你要阁继续互你个子孙安尼做，哦，所以唔知影好了了，啊，即马知影就惨啊！你会把这个责任扛起来，好、哦。我加入民进党，加入建国党，了，迄两个党拢我失望了，我加入台湾民政府八年外。我打这个打，心甘情愿哦，欢喜做甘愿受哦。好，过来，莫讲啊，我拢无党无派，这我咧看是这假清高哦。啊，我也无支持国民党，我也无支持民进党哦。这款咧是，我感觉是讲较不负责任，就是讲伊可能像头拄安尼。无知，唔知影，所以无了解，所以伊拢无爱参加政党，哦，嘛无爱参加政治活动，哦，无要捌政治，咧假高尚，哦，就是讲他都不负责任。我干那要来唱卡拉 OK、看电影，哦，我欢喜就好啊。我要来餐厅食好的，啊，反正台湾的前途跟我无关的，政治，哦，就是公共事务。今仔咱现在食到遮济假猪油、地沟油，就是咱拢无要认真去查嘛。这个世界文明的一挂指标，哦，第一就是讲公园内底有蜂鸟。哦，我35年前去美国，嗯，足稀奇的，因为公园门口拢有一个自动贩卖机，你等五角就一包饲料出来，你饲料下头手。分家背了，歇头壳顶，歇肩胛头，歇手，袂惊人。你若是台湾啊，35年前，分家离你伤近，就互你掠去当行鸟靶去啊。所以，甲阵甲一个台湾的公园无分家，啊，公共便所无卫生纸。早期咱若火车站35年前，你用公车台北市火车站买便所，查甫佫无要紧啦，查某拢爱。开五角一箍，伊甲阿婆啊买卫生纸，因为迄卫生纸下遐吼，规包下咧，规包拢退去啊。因为迄阵经济歹，厝里拢欠卫生纸嘛，外口若有偷压断去，吼、哦。啊，即嘛，大公司的油拢假，连续出包安尼三摆，即嘛大家咧发起一个运动。你要吃豬油，要自己去買肥豬肉來拼，來錢。這不是一個文明國家嘛，後的豬油要自己拼，吼，表示這個國家咱攏無去甲認真去甲插，去甲，這算咱的公共事務，咱的食安問題啊，吼，就是咱選這個兩公政府吼，不要管台灣就對了，吼，好，啊為。中国来拢唔是啥物好物件，啊！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吼，我明仔再来讲，好吧？啊，时间到，我今仔讲到这，多谢各位，谢谢。那各位同心，我们下课休息哈。啊，课本可以放桌上，哦，要写上名字。课本放桌上，写上名字。好，明天一样坐一样的位置就可以了。